这个黄书记是不是有洁癖啊？什么洁癖？那美丽乡村干净不好吗？哎，好，好了，这里差不多了，把上面扫一下了。走，带上扫把。龙占山今天表现挺好，他那人是犟劲还是识大体的。我平时粗心，这百尼村没少来，第一次发现你们这卫生是很差。我刚刚一边干活一边想，这真不是小事儿。 它关系到我们村两委和驻村干部的工作态度和精神面貌。谢谢。我们宋文秀书记来，就是要改变驻村干部的精神面貌和工作态度。这两个问题抓实了，以后的扶贫工作也就好开展了。你们讲对不对？啊，对，对，对。下面请范飞队长宣布对文秀同志的任命。 我宣布黄文秀同志担任百尼村的第一书记。好。